想请问关于五 G 装备的问题，今年月底我们会有哪些先进五 G 修复亮相，比如东风四区、交通四元系统，谢谢。问了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。谢谢你对于这次参与武器装备的高度关注。谈越的武器装备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有两大特点：一是全部国产现役装备，这主要包括其中部分中国军队部分新型装备。参与装备它可以集中展现中国军队联合作战装备体系的构成，也可以比较充分地体现我国国防科研自主创新能力。第二个特点，从受阅的装备来看，有一个共性的特点，或者叫量，就是信息化程度普遍比较高。具体来讲，就是指挥打击、指挥控制能力更强，打击精度更高，战场适应性更好，作战效能更大。至于你提出的东风四十一等新型装备亮相问题，我想离十一应该说还有不足一周时间，就六天的时间。请你或者大家级的朋友们拭目以待。相信不会让和记者朋友们失望。谢谢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